呢部就是 HiTech Infinite M1 AI 觸控投影機，在任何平面都可以觸控操作。它有兩種投影模式，分別就是桌上投影和牆壁的投影。投影機是可以通過前置的攝像鏡頭去識別不同的個別物體的，可以十指操控，彈琴定畫畫都沒問題的，可以識別到兒童的字母晶目，再在旁邊顯示單詞，還可以在家看不同的兒童節目，還可以即時打回電話給你的仔女，和小朋友聯絡就很方便啦。在家開行喇叭、捽碟、做 DJ 都沒問題的，連接 Switch 一樣沒問題，用投影機玩就最正啦。它有高達8核心的 CPU， 還有 128GB 的儲存容量，還可以自動對焦，在遠處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的。有 Android 的 OS 9.0 和 Custom 的 UI，就是一个触控的智能装置，入面玩什么都得，多人同时触控游戏完全没问题。机身就重 1.3kg， 尺寸就同纸巾盒差不多，还有200小时的续航力，可以无线使用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享受 AI 的科技快感了。